好久没有逛街。要吃豆腐小块儿。啊，我不行。可以，微辣的可以，一点点。臭豆腐。上微博搜索完美的夏天，参与完美假期活力值能量榜互动，为嘉宾输送额外福利吧。要吃吗？不错。要吗？可以啊。有点辣。我都出汗了。一颗冰水。要喝牛奶，冰水没有用。蛋糕好了吗？我们先去买花，然后再回来等呗。买花在对面是不是？这附近嘛。走吧。顺便我再买个臭豆腐。我帮你买呗。你帮我买臭豆腐。买什么？我们去买花。好，走。秋秋帮我们去买臭豆腐。你还有两块吃吗？你还吃吗？吃，那我吃一块，你吃两块。没事，你再帮我买一个呗。那我去买。我们去买花，那就。